就这么说那么一句话。后边他你还挺忏悔，他说是啊，我说怎么这么样事儿？哎，我这脑子这么想法，就达到教化目的，我们就走了。走了就是走了不远，就看了一个大队部，啊，那写街道办事处有个门斗啊，门斗啊，往那，我们的眼睛像直了似的，就奔那个门斗就去了。一看锁门还大门还没人关，这挺好，赶紧进里面把那刀卸了避雨，赶紧哎，一看那后面通道啊，就那房间有风，那也顾不得了，先避雨再说吧，先搁那避雨房，就搁那眯着，能眯那个一俩小时，打得浑身冷，就受不了了，四面透风，三面透风，那你说你还有好吗？说还下雨，雨还往里飘，那房檐才多大呀，是吧？哎呀，说这时候有个房多好呢，有小房空房啊。说今年这个姻缘撵的应该有个姻缘，怎么没有姻缘呢？就住这，都快都晚上这么黑了。这一抬头，一看门旁边就有个小房。哎，完后星空，我说你看那哪有小房？我们俩那个眼睛就像光看见那个避雨的地方，没看到小房，啥都没看见。哎，就像那个人家光看到吃的，没看见这旁边还有人看呢，谁也没看到。哎，就光看着这个，哎，这小房这个房檐了。一看这小房，哎，金工说："你看我是过去，我说过去啊，咱是，你看看有没有锁，有锁不能进。哎，有锁，因为啥？您那个主人呢？您在。如果锁是被撬开或坏的，哎，这不就差？我们可以进去休息。因为啥呢？它是就像一个临时没人管了，无人无主人，哎，我按照无主人去处理，这个比较合适一些。"做这种思维以后去了一看呢，当时那心里还担心呢，那可别有锁的，有锁的我们心里还得在这坐着啊，你要是就打开以后，如果是信拿下的，你别到时候人家有东西丢了，正好你住进去把你抓起来，你这个麻烦是吧？另外还不合适，人家没同意。去了一看呢，就锁头是门柄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门卫。费劲门，我们俩一看这个条件挺合适，就进去了。进去了还有两捆芦苇呀，哎，苇杆就铺着苇子，还搁炕子。虽然玻璃上面有破的掉下来了，我们给它摁上，哎，挡挡风。哎，睡了一宿好觉。我讲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过程，行脚的过程，就是个引路的过程。哎，从一开始就开始引，有时候引不下去你也得引，哎，引来引去，哎，这个善缘就现前了。哎，因为什么引呢？因为引就是法，哎，只要你顺着法走，哎，一切都给你安排的好好，哎，你不用去操心呐、动念呐、都没有用的事情啊，没有用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得到这个人努力的时候，哎，得经过一段的摩擦过程，也得说，我一下就引下来，他也不是那样，有时候心里啊有点别扭啊，有点生气啊，但是你不努力，他是善法，他不是恶法，恶法俩人斗争，你起嗔恨心了，俩干生气，那肯定是要伤你，你要善法，他不是。但凡看着生气，实际上最后他没有这东西，他会把你这些东西从根里拔出来，而且不让你伤害，而且最后引完了，发现整个事实的话，充满了一种法喜，对佛法更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它的真实性啊。看来这佛法呢是遍虚空满法界啊，只要你引，它就会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出现了。所以说呢，你想办成这样的事情，你就现找人都不好使，因为你情况不断的变化，你跟着多少人来帮你是，所以说你没有去找人，而且还能把事情办了，这个力量谁产生？是颜鲁产生的。所以说颜鲁有多力，多种力量都在帮你来成全你这个事情，你要不弄颜鲁，你就不会有人来帮你，就只能帮倒忙。哎，帮他忙，引路呢？他忘了多，你会产生多力，所以说，引路要多力，
什么叫忍辱？就是不怀恶物啊，一定要怀着善念，怀着善念，千万不要挑别人的毛病啊。你不挑外面的毛病，正是达到你挑别人毛病的一个目的。你一挑别人毛病，想叫别人改正问题，你去叫人改，他已经产生了对立面啊，产生对立面，哎，有可能改，有可能呢，在就算改了，从那种角度也可能产生了一点矛盾，还从另一角度又爆孤爆了。如果你能够忍下去了，因为你心里不怀恶物，对方反而很容易改掉。这就是说，信平之道，信平天下平，啊，天下平啊，哎，次第菩萨那信平大地平，大地一切皆平，啊，这次第菩萨在《楞严经》讲的啊，信平。次第菩萨讲了，信平大地一切皆平，啊，信平大地一切皆平，没有不平的东西。次第菩萨是正二十五圆通里的，啊，堕阶修行，跟着佛修行，所以说信平了以后，大地一切皆平。当然了，他说的不光是忍辱，是正道，啊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哎，所以没正道之前，我们更需要忍辱。啊，我们想达到忍辱，首先不要怀着恶念。啊，我刚才讲这么多，对我们修行这是最主要一关，因为咱们很多都是集体熏修，啊，集体熏修，千万一念恶念也不让它升起。有时候恶念是我们故意升起来的，本来你不恨的，为了玩儿，为了满足你心里的需要，嗯，那我就生跟他俩故意生恨气，他故意生气，生来生去就生出真来，真气着。我要傻眼了，你看看，哎，不能这样。所以说一念起来的时候，他刚开始不是那么重的，哎，你比如说对别人有想法的时候，你刚开始不那么重，由于你不断的哎又思维的话，又重一下，又思维又重一下，哎，所以说一念不绝啊，哎，生三生六出啊，生一念不绝生三系。嗯，三系生六出，就是这个东西有缘方便啊，缘方便，嗯，进一步的是次方便啊，再进一步是进方便啊，它都是一步一步生成的啊，这个次第你不能给否啊，只是一步生。所以说第一个缘方便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把这个念头要给它马上去掉啊，不要怀恶念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哎，一切都是自己所造的业，和谁都没关系，你才能真正解下去啊，而且栽培自己。所以说呢，原先在北京的时候啊，去乞食，人家也是撵不走，哎，撵不走，当时我那种思维啊就是什么心的，哎，他说你看就来化缘的，哎，你们这就来化缘来了，都是一些假的，因为他说了很多不在听的话，但是呢，我的心里想法，当时的动念就是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么多化缘的，都是我哎和我们这个修行中造成的矛盾，他们呢来做这些事情，而且呢造成这些矛盾由谁来化解？就是必须由我们出家人自己来化解，而且我们应该。特别是那时候想到我应该来承受这个因果，哎，我应该把这个纠正过来，纠正过来，哎，就是说，应该用我们的实际行为，让他们认识真正的出家人，而当面别人说我们呢，要默默地承受这个因果，不要去反，不要去反对，哎，后边这个大家说完了以后，我们也不吱声，就搁那低头默默地承受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哎。哎，你们好像是真的啊！他说你好像是真的，你也没跟他解释什么。他说你们好像是真的，好，他一说真的，我把戒定拿给他看，你看这戒定，啊、哦，他就不吱声了，就走了。那你走了，那旁边老百姓看着呢，一看他不吱声走了，马上就
那个面条啊，和点酱油就给我们端来了，啊，那都成了不错了。还有小孩送苹果呢，哎，等等的事儿，你坐着没起似的，你都这个食物都来了，啊，但是呢不够，后来又起了一点，啊，就是说是整个讲的就是不要坏恶心，一定要承认因果，往自己身上承认，哎，哎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。特别是我们发现有不合理的地方，或有那些方面事情，哎，不合我们想法的时候，哎，一定把它看空，往自己找，哎，往自己找，别找别人。你要找一念找别人，你就找错了，离道就远了。你说他怎么这么样不修行啊？他这样做错了，完了，你有一念，那说明错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你。你只不过把你错误继续扩大，哎，继续扩大。所以说，一念不要往外找。作为修行人来讲，眼睛千万不要朝外边看，因为它不符合真理。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引，哎，因为它不符合真理。引，你必须得有真的去引，哎，有时候确实和自己那个劲儿它有变劲儿的地方，它不是没有，哎，有时候也生气啊，因为你平时呢都是不引，这会儿呢你就产生引，引和不引它必然有一番争斗，哎。这种争斗你得必须得，哎，和他俩也不能去，哎，去斗争去，但是你还不能顺着他走，哎，顺他走，绝对不能顺他走，哎，你得想到了这个用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哎，就完事儿，啊，实在引不下去，你可以念，哎，你不要骗我，我知道你是谁，念几句以后也能下去。很殊胜，头两天有一个师傅就跟我讲，他突然起了一念，啊，起了一念呢，啊，就起了烦恼了，啊，有点烦恼心结，后他就念这句话，念念念，突然间他说，念完这句话，发现自己的脸呢是一种弯曲的脸，啊，拧着劲儿，这脸特别可怕，拧着劲儿，啊，这个脸，哎，当时吓一大跳，他发现自己的脸是拧着的这种脸。啊，当然了，他肌肉不一定是真的拧的，但是他内在的心起嗔恨心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扭着劲儿那个心。哎，他只不过看到发现自个的那种嗔恨心的心象。我们一念嗔恨心起来，表情什么都变，心里都在拧着劲儿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你没破过他，也没见过他，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心是已经在变形，不圆满。所以他通过这一句话破了以后，才发现自己起心动念那么不应该，那么的不正确，而且那么可怕。所以这一句话把他成就了，引路啊。所以说这个引路啊，这个事情呢很多啊，很多。所以说，继续讲这个啊，金甲安建。能够都得到安健啊，安详和健康啊，安健康。为什么要加这个念？这是发菩提心啊。不管对谁，对你最恶的人，你都要有这种想法，应该早成佛道。你看看，你去在你难忍的时候，你再加上这一句，马上这个忍就成功了。啊，头儿啊，去年是前年，那水库的那边不有个捣乱的嘛，是吧？把嗓门尖不起来，别人有一天去说。正好他说出门，他顺便问你，他说你是不是恨他？他说恨他，最好把他抓起来哈，把他打一顿哈。哎，你看是不是这是最好的办法？他问我，那眼睛就瞅着我，我那么大的，哎呀，我说那都是我父母啊，我说都是我父母，我说我前身呢，可能是。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怕他得罪了，他今天才这么样的，哎，哎，对待我，啊，这原这个业障在我，不在他，我说这个意思，哎，我把他看成前程父母，哎，而且是我造成的，所以那个居士一听我这话，当时一愣，哈哈，哎，事儿我还得要办，这个心呢还得平，啊，还得平啊。什么原因？因为真正的仁者，他心里无恶，没有恶念。什么是没有恶念？就是把一切众生都看成啊，前生的父母啊，未来祝福啊。前生父母啊。未来祝福呀，对所有的众生都要这么看啊，不光能引，而还祝愿他们早成佛道，而且看成我们最信的人、最尊敬的人，他养育了我们。你说，他对方能和你俩打起来？你把他看作父母，你心比谁都平，他对方能和你俩干呢？他没法去干。嗯，另外我们也真是这么想。哎，前生父母，未来祖国，因为一切幻境皆是自心而生，哎，这个所有自个儿的业力来表现，而叫人家在造罪，一切都是前生的父母，未来祖国，啊，这个佛我们知道了，有化身的佛，啊，有报身的佛，啊，有法身佛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哎，未来祖国。啊，一切佛，啊，一切佛，啊，法身佛，啊，法身佛，啊，因为仁者无恶，我们心里一定要这么做，啊，特别明显一个故事啊，大伙都知道的故事，我那个有个叫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有名的那个叫世人呐，叫什么名来着？和那个印什么那个和尚，苏东坡啊，苏东坡啊，佛印啊，佛印和苏东坡的故事啊，我的名我都记不住啊。你看苏东坡那个有名的才子啊，啊，和这个佛印呐关系最好啊。他可能是最常去请教一些佛法的事情啊，请教佛法的事情。嗯，那天他和他俩还没有什么恶念啊，只是想把他战胜啊。他说了一句诗，哎，你看我像什么？那个佛印就说了，你像一尊佛，那就是前生父母，未来祝福。哎，就这个意思。他那个哎，他说你像一尊佛。那肯定是真心实意的说，并不是虚假的说，不是我们顺口溜的说的啊。你是未来祝福前生父母，嗯，什么心里又打个主意，什么前生父母未来祝福，我这说那不行，人家是真心实意说，就是因为人家肯定是见性的，见性的人他不会他去说，只能这句话最真实，他比谁都真实啊。他说你是一尊佛，他问他。说你看我像什么？那个苏东坡啊，这可抓住机会了啊！你像都牛粪啊，说他算个牛粪啊。这个佛印一听这个话，哎，太高兴了。好，我又笑了一下，哎，不是引下来，而且高兴的，而且更高兴。哎呀，我可能前生啊说过别人。这一下子他这一句话呀，哎，就把我这个业力给消了。嗯，他是透着乐了，透着乐了。但是呢，哎，最后这个苏东坡回家了，问他妹妹啊，问他妹妹说，你看那个我今天战胜了那个佛印了。嗯，他把这过程一说，那他妹妹就说了，说呀，人家心里有佛，你那心里有牛粪呢，哎，有牛粪。最后哎，他是在啊吃了这么大亏啊。通过他们俩的表演，
教育了后人，哎，教育后人，哎，就是说是这个，啊，智能人，因为这个佛印的心里无恶，他处处不管是谁，他都会看成是佛的，就骂他，你打他，就杀了他，他都会看成佛的，他都是承认自个儿的。唯独那个书有点缺点，就哪块没说呢？那传音高，佛印高兴这段他没说，哎。说佛印呢就默默不吱声了，实际上他应该非常高兴的，心里的充满了欢喜，因为自个儿的业障又还清一点啊。这点没说，这点是我讲的，这我讲，就说这种忍辱啊才是最殊胜的。过去我也遭人骂，人骂我是骗子啊，我就反复的思维，他为什么骂我骗子啊？后来思维去，因为我有一句话要王语没做到，而且呢他骂我正是帮助我，哎，他也不骂我，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。本来呢应该是答应三天要回去，今天正好第三天，完因为走太累了，我想在外面多住一天，不想那个马上回去，请再住一宿吧，完在第二天的早上再回去吧。后来他无缘无故就骂我，说你是骗子。我一听骂我骗子，我就赶紧坐下听，坐下听，妈妈听我说肯定有道理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，肯定我有什么毛病。我左想右想，那想不起来呀，那没有啥毛病，这一段生活都挺好的，没有，那也不行，不放松自己。最后想，就为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多小时，后来坐沙滩呢，突然的一下起来了，答应今天第三天回，走道出来的时候，我告诉星空，星空师傅说呢，他说你师傅你去几天呢？我说三天，顺口就说个三天，因为三天差不多能回去，办完事就回去了，顺口说三天。你说这点事说完下去了，就把这个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而很觉得自己也在外面多待一天还是修行的，多住一天呢，那个山林哈土地的，好好自在自在哈。闻闻这个泥土的香味儿啊，还挺愿在外面住的。最后一看呢，你怎么愿意住，你不能犯王语，王语比你住的要过失大的多啊，王语最重啊。那你犯了王语再去修行，那就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通过这个事情后连夜走回去了。那你心里多高兴啊！你犯了王语就回，你第二天忏悔，你也不如不犯，是不是？你不犯的才成就你的善功德。更况呢，我特别感谢那个人。当时呢也有感谢心，但是感谢心呢不是那么太别大，还有生气那一部分呢，还有，但是呢终归是忍下来了，而且呢生欢喜心啊。现在呢越回想越感谢心情啊，也没人骂我。我就完了，所以说我们应该学会挨批评、挨说、挨骂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坏事，他净找我辩解，他净说我，不说你能成就啊？你能出家呀？是不是？只有挨说，你才能改掉毛病，才能出家，才能出得稳当啊！所以那都是无价之宝啊！最大的宝贝就是叫人骂。有时候我都羡慕那些要饭的。他要小钱儿，虽然他都法不胜，但是呢，但能忍，能够你怎么忍，他都乐呵呵的。那有一个那个谁呀、啊，叫什么要那个要饭的那个，经常上咱们来那个，大还高宝柱啊，高宝柱啊，那个脸他老是笑模样，我还寻思对咱们生欢喜心了呢。后来呢，有一次，他就跟我叨，他说呢，哎呀，有时候他骂我，我去要钱呢，他骂我，还说我，实际上我都见惯了，我是根本就是意思说从这耳听那耳朵冒出去了，我一看啊，原来你跟我笑也是这模样，你也是假的，但是我还是挺佩服人家的，他就能忍，什么事儿帮着出家呀，他就往上介绍，他介绍那个人也怪，头一个，得发现出家人，他帮着给要饭给他吃啊。他那个打了个主意，他意思啊，这出家我好好供他啊，供他我给他饭吃。他说我也有私心呐、啊，我有想法，
将来啊，我想着给他，我们俩一起过日子，我再给他找一房媳妇儿，啊，他俩过日子，他叫他意思和他俩一起过去，啊，你说他有私心，哎，但是呢，终未放他出家呀，哎，嗯，可能还攒几个钱儿吧，意思我给他买个房子，找个地方，他们实在没地方去了，上我那去，哎，他真挺惦着，上山看他好几次，但这个人呢是。走了以后再无音信，那再无音信。等到介绍第二个人的时候啊，他不断的介绍来出家的、要饭的，他都给帮他介绍。那些来了一看，一顿饭又不摸金钱，带两点就走了。啊，就这样。后来那回又介绍一个，在这捣乱了很长时间，哎，他把人介绍过来了。后来他又介绍，哎呀，他一介绍，我的心里话，你又够呛，没有一个能站住的。但是介绍来介绍去，自个儿把自个儿介绍出家了，啊，到五台山出家了，啊，一个要饭的，哎，自己把自己介绍出家，你说多书生啊！他来电话说，我在这修得很好啊，我现在看大殿呢，他让我看大殿，哎，都我，哎呀，可想你们了，啊，你们来了一定到我这来啊，哎，我现在已经出家了，啊，他出家，我说你真出家，剃头了，那 他说真出家了。我寻思他弄不清什么出家不出家的，哎，一个要饭的不断讲到啊，第十五章，请问立明，沙门呐，问佛何者多利，何者对明？佛言：淫辱多利，不怀恶故，坚加暗戒。淫者无恶。昨天讲到这个，下面还有：必为淫尊，心垢灭尽，净虽净物瑕碎，是为罪名。下面讲这一段啊。淫者无恶。啊，必为淫尊，一个真正心里无恶的人，必是一个淫者。无恶的必是个淫者，只有淫者才能心中无恶。淫者首先没有恶心啊，没有恶心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是非之见啊，所以说才能真正的淫。必为啊，必为，肯定了，没有疑问，没有疑问。什么是没有疑问呢？那就是成就，成就才能说必，必为淫尊，淫中最殊胜，最殊胜，淫中最殊胜，最受人尊敬的人，尊敬者，每到一处，处处在在都受人尊重，不管晚上白天，就没人的时候，都会受花草啊一切众生的尊重。啊，淫者，因为他为什么受这么大的尊重？因为他心里没有恶，没恶的人才会受人尊重，一点恶心没有。啊，所以说，这是我们应该。更深一步的明白啊，心垢灭尽呐，心垢灭尽，并无瑕碎，指如果人心中没有恶念。他心里必然
恶就是心垢啊，恶就是心垢，一切垢都是恶啊，心里无垢了啊，心里无垢啊，而且呢一点垢都不让他有啊，灭尽啊，全给他灭尽啊，灭尽就是转化啊，也可以说灭尽就是破迷啊，不让他有了啊。感应到什么程度呢？没有瑕碎，一点污垢也没有，连点气味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什么也没有，就胃系的毛病非常细非常细，甚至你右眼都看不出来那种细啊，都没有，所以叫瑕碎啊，无瑕碎，干净到这么程度啊，这家伙很重要啊。我们有的人啊，进了修行以后，这个心垢啊，一天天的哎，在不断的去，做了很大努力啊，灭了很多啊，灭了很多，自个儿呢也感觉到一些自在啊，感觉到一些自在。哎，行走坐卧呀，叫他很舒服啊，很舒服。在人面前呢，也能堂堂正正，说话呢也有底气啊。但是，我们还要进一步查你的清净的程度啊，清净程度到什么程度呢？是不是没有瑕疵啊？胃系的啊。胃系的，甚至你很难的发自足心啊，自足心，哎，行了，可以了，我差不多了，我已经尽心尽力了。你看身心，我搞得很疲劳，而且我很累。要和大家比，我少睡多少眠，我多打了多少坐，以少为足啊，以少为足。以少为主啊，以少为主。佛说在学法上以少为主那是不行的，不能因为你得到一点东西，你从来都没有得到的过程东西，你就心满意足了，那是不行的。哎，应该永无自足，永无自足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是人那句话怎么学到老啊，学到了，就应该有这种想法啊。胃系的东西都不允许它存在，胃胃的念一动啊，包括我们的进方面不允许有，次方面也不允许有，圆方面也不允许有。不是我们什么不做了就完事了，包括我们的想法也不允许，或者我们深深的轻轻动那一念也不允许。那才成为静啊，那才成为静。这是啊，心垢灭尽，静无瑕碎啊，视为罪名啊。罪名也是最有智慧啊，有智慧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达到的目的啊，罪名。罪名就是明到什么程度呢？三千大千世界无不一一了之啊，无不了，就天边下一滴雨都能知道啊，都得知道，这就是程度。才为罪，天下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啊，人从何而生，啊，从何而灭，都清清楚楚，啊，也没有什么八万大劫呀、十万大劫，连那个概念也没有，啊，大劫也不存在，啊，一切众生的
五十节来，哎，所做的宗罪都清清楚楚。就五十节他怎么开始做众生，他也描述清清楚楚。他又怎么能回去，哎，去成佛，他也描述清清楚楚。哎，无所不晓啊，罪名啊，而且包括啊，远远不是说太阳月亮能比他，哎，他还是在黑暗中的夜报啊。毗达还明最有智慧啊，什么原因他能得到这么样大的智慧呢？即因为心垢灭尽。什么样的心垢灭尽呢？主要是恶啊，三毒啊。因为什么去灭尽呢？它主要是用于饮啊，饮饮呢能灭尽。你看这饮就这么大的功德啊！宣王上人讲啊，你看那个饮呢，活到百岁啊，没听说哪个牙不掉啊，它都有坏的地方掉。我们有生虫子的，有坏的掉，哎，因为什么？他牙老掉，老折，因为过刚，啊，硬啊，过刚，啊，因为过刚，过刚必折，啊，久了不定哪一下就坏了就折，过刚，所以说呢，但善人说了，你什么时候看到人舌头掉了？从百岁到现在没听说的舌头自个儿就因为死亡坏掉了，这没，哎，所以说呢，犹能可挡，他为什么不掉呢？他犹远，你怎么来我怎么去，哎，我能随顺你，哎，所以他犹能可挡啊。所以说我们应该像舌头一样啊，没有恶心啊，不管你众生，你给我吃甜的吃辣的，哎，吃什么我都能够忍受啊，都能忍受，哎，他不去喝饮酒啊，他不走，哎，所以说我们的心应该像舌头一样，不欲饮酒啊，能饮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知道罪名啊，罪名，罪名啊，不是我们太阳的名，也不是说我们那个灯泡的名，也不是蜡烛的名，更不是手电的名啊，是我们心里的名啊。这个名，是无比殊胜的啊，能破一切黑暗。那你太阳除了不，天下也大亮，但是我们是幻觉，你不知道你还在黑暗之中。还在黑暗中，你只不过是黑暗里点了个灯泡就是，黑暗还存在，不是不存在。你要说我什么都明白，我你看微细东西我也能看到，石头我也看清楚，山我也看清楚，那为什么你不能看山不是山，石头不是石头？因为你不明白。那你不知道你怎么从什么时候生啊，从什么时候你不清楚，所以你还是不明啊。未有天地啊，至于今日啊，没有天地，到今天啊，十方所有啊，因为明了十方啊，十方所有无所不见，无所不知。
个明谢字，从啊五始节来啊，我们到现在啊，已至今天啊，在未有天地之前，就是啊没有天地之前，我们从五始以来到今天，十方所有啊，十方所有，那不是一方，也不是六方了啊，十方，十方是包括所有的都包括了，无所不见，无所呀、啊，啊，不是说你看见这个山就是完事儿。十方世界就你看到没看到的你都应该有所见，都能见到，没有看不到的这个见啊，那不是我们凡夫的见啊，没有看不到的啊，没有不清楚的啊，无所不知啊，没有什么不知道的，也没有什么没有闻到啊，就是你六根所达不到的，他全能达到啊，全能达到，哎，而且呢，包括你六根怎么形成的，他也清清楚楚，哎，也就是远离了六根。啊，远离六根得一切智，啊，得一切智，这个是究竟的智，是佛智啊，可谓明安，就是你这才能称为明，啊，你没有这些智慧还不能算真明，啊，这时候才得到真正的智慧啊，这是第，这是第十五章啊，这里主要了这么大的，好处啊，直接成佛道，从哪来？从引上来，啊，从引上来，一念不引呢，火烧功德林，刚做点善事，心里呢一做点善事啊，就有点小脾气就起来了，不做善事啊，还有个忏悔心，一做点善事就有点啊小脾气起来了。他也明知道他不应该有，那也把引不住，哎呀，这怎么他自个儿把拿手握着他也不行，他也得往外跑，哎，他非起那个慢心不可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定力不足，控制不了他这些东西，他就非要跟你俩做点怪物了，你因为为什么呢？这点多讲一下啊，为什么这个东西啊，刚做点善事，他就升起了一个小慢心呢？哎，啊，小慢心啊，我慢呐、啊，正常慢呐、啊，哎，等等，他就升起个慢心了。刚有点境界，他就升起个慢心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定力不足。什么原因定力不足？就自戒不清净。戒不清净，所以禅上的定力也不足，因为他因为这个戒力不清净，所以成禅上的小慢心，由于定力不足，哎，定力不足是因为戒没有清净，所以不能禅上真正定力，他不能返本还原的，就像这个东西似的，你这个哎这个烟筒啊冒着个烟，你想把这个烟收集起来，但是你用的，想法是对的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全部吸走，哎，不用全部吸走，到时候它就冒出去了，哎，它还有，因为你用这个装烟这个夹子劲儿不对劲儿，哎，所以说呢，哎，它烟出去了，就像水似的，哎，我们想把水全部给拿走，但用的容器不对，哎，还有漏眼儿，哎，水不行。就像一个东西在转化的时候，你没有把它全部的吸收，全部吸收，所以造成了遗漏啊，造成遗漏，所以说呢，哎，它这有这个遗漏，你那点脏东西就顺着它跑出来点，还跑出点，不能说全跑呢，就顺它跑点。
你刚做点善事，刚做的挺好挺好，哎，觉得哎这事儿做点善事挺好挺好，哎，搁那块儿他就起来了，起来就你知道摁都摁不住了，说别起别起，你怎么摁呢？就不起了，说你在哪下功，还得在前面下功，在戒律上和定力上下功，全部给他吸收。所以说你不能做点善事，有一点想法说我做善事，那不行，一点都没有，哎，没有。所以说你得忍得住，哎，那你这忍呢，凭着做点善事，绝不做善想，你才能忍得住。你就每个小事都得忏悔自己，不断的检查，才能忍得住。这样呢，你做一步，细走一步。就像吃饭的，你吃一步，吃一口，给它煮嚼的非常干干净净，我马上就胃肠全部给它吸收去，哎，一点都不让它哎搂在外面去，哎，不能有一点浪费，哎，全部吸收去，这东西才没有漏。你要不你非漏不可，哎，所以说我们平时做事情就要忍啊，要忍，一定要忍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绝不做圣洁，哎，做不做，做不做，我做功德奖。嗯，为什么我们升起那一念，升起那一念的时候，就是做事情，我升起一念，哎，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已经超过别人的时候，哎，或者比别人强的时候，嗯，这个时候你要知道，就那个心，就是已经开始有漏了，啊，你有漏的症状，你马上就得把它堵住。不让它漏，所以说你不让它漏了，才能全部吸收，啊，啊，才能吸收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在眼上啊多下功夫啊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啊。好，这一章我们讲到这块儿，下面讲第16章啊。